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我们要来玩乐高爱心礼品店，现在马上开始吧。朋友们，现在凯莉就来组装礼品店玩具，是不是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玩具店呢？好，这就开始组装。今天是凯莉开派对的日子，要赶快把这张请帖寄到朋友那里才行，把它投到信箱里。咻！哇！希望朋友们快点来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得准备礼物，去斯泰福尼那里看看。咻咻咻咻咻咻！斯泰福尼，我要开派对，你能来帮我装饰一下吗？哎呀，我现在手里有点活，车不开身。需要什么你自己装吧。我自己装？好吧，首先是用来做装饰的蝴蝶结。哇哦，这里还有可爱的粉红色太阳镜哎。哇哦，真漂亮。那么斯泰芙妮，我把这些东西装起来就行了是吗？对，在那边有黄色跟粉色的盒子，你自己看着装吧，我这边实在是忙得不行了。好吧，知道了，你忙你的吧。把蝴蝶结放进去，然后用黄色的盖子盖好。哇哇，好神奇。哇，原来盒子是这样做的。再把粉色的太阳镜放进去，盖上盖子。哇，两个礼物盒子完成了。哇，好棒呀好棒呀好棒呀。哦，斯泰芙妮，这两个你能帮我送一下吗？哦，还要给你送过去？好吧，那你把东西放在我的车上吧，我下午给你送过去。好呀，我知道了。把门打开。呀，放到这里就行了对吗？对。小心小心，放进去，把门关上。斯泰芙妮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可千万要按时送到哦。放心吧，凯莉，一定给你送到。不过凯莉，我也可以参加这个派对吗？当然啦，不过一定要带上礼物哦。那我先走一步了，再见。咻咻咻咻，凯莉真是一个会让人开心的家伙。你该干活了。把这个箱子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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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盖好盖子，放到车上，出发喽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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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，把车门打开，放进去，小心再小心，把门关上。好，现在可以送货啦！哟，送货出发！Go go go go！ 今天我们组装了一回乐高礼品小店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，好玩吗？凯莉下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加有趣的玩具哦，朋友们，再见了。